他要不放下，他所学的就变成所执障。啊，这是告诉我们，学了之后放下。啊，不学呢，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，不学，没学，不认识字，一天经都没听，没学过。啊，那他开悟之后，什么都通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三藏十二部，啊，一念跟他听，他跟你讲，啊，讲的一点不错，讲的头头是道，啊，这就是事，学跟无学没有关系，可以学，可以不学，啊，关系最重要的是放下，啊，什么都要放下。首先放下，放下批评别人，这个造业做得最重。啊，学会怎么样赞叹别人，不要批评别人，接受别人批评。啊，我感激，有则加勉，无则改之，我不批评别人。啊，从这里下手啊。啊，口业最容易造，最容易犯。从这里下手，啊，学谦虚，学恭敬，啊，《弟子规》一开头就教给我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